就刚想问的梦梦吼，来来来来，啊，刚想问哥哥的疼爱啦，啊，讲要有小姐唱，结果讲啊，我唱比较疼。无要紧，无要紧，你若想要问小姐唱啥物歌，你听你点歌。嘿，啊，阮家有准备电视啦，啊，会晓唱的范围，阮甲你安排。啊，若不晓唱的范围吼，无明年才阁来啊，你好不好？来，伫遮济啊，先甲咱今仔营养干呐吼，咱的车主大哥，咱董事长感谢者。来，恭祝咱的七股千岁信啊，千秋立为进行千秋，新贵跟客神通公来，会当继续四个朋友。咱营养干车主董事长吼，也是咱的关庭建设，我们的李董事长李俊兴吼，感谢咱李董。以及咱的天之建设，咱的丁彦成丁董事长，咱和风君悦吼，咱的王董的王世雄王董事长。啊，感谢也是咱的九墨建设，咱的当当属长吼，我们的陈伟杰，咱的陈董事长，谢谢，以上感谢咱这几位咱的车主当属长，谢谢建议，来举办咱的空中节目，甲咱的七股千岁信达千秋来甲合收，舞台顶的节目呢，拜托也是咱们财政的吼，咱哎呦说帅你啊，今仔日的四姑娘来甲现场，咱四姑娘吼，拜拜摄像机，多多甲阮支持甲疼爱，以后有需要服务所在吼，来我们的服务专线。另外那边那电视墙哈，来，卡苏那无熟悉的啊，无了解的，我那边电话哈，来，把给咱后边民叔叔一下麦子哈，然后呢，替大家做服务，来，舞台顶的节目呢，继续来安排辣妹现场，好听的歌曲，介绍我的亮亮小姐，好听的歌曲，爱心大家，呼呼。你好，安排。